到了这个酒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酒店的走廊，这是罗罗的房间。我现在进到房间里面了，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吧。就是进门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比较标准的房间的布局。我觉得空间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这个窗帘这边外面有一个小树林，还挺好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办公的地方，然后就是个电视，这是我的行李，有一个全身镜 ，Hello， 有一只哈。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些柜子，可以放一些小零食。这是衣柜，然后有个保险箱，有一个冰箱，但是这个冰箱是没有用的，这个冰箱是没有电的。这里呢是一个衣柜，衣柜上面可能有一床厚被子。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被子应该是对我来说是有点薄的，我可能加一床被子。这个是卫生间，其实这个卫生间是不小的啦，你看有这么大一个三面的这样一个镜子，然后这里是一个厕所，这里是一个淋浴。这背景墙啊，看上去还挺可口的，像个松露巧克力。Hello， 大家，现在是我在这个酒店的第二天。昨天下单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然后今天陆续送到了，然后休息好之后，整个人心情好了很多。现在打算把这个房间稍微改造一下，就是到哪边都有装修日记给你们看。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吧。天频繁的死机，然后一天可以断网10次。我一开始以为是酒店的网不好，然后直到今天，我电脑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 hardware not installed。然后我给我懂电脑的朋友看了一眼截图，他说有可能我网卡坏了，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天里面，我都没有网，我没有办法剪片啊。为什么要挑我隔离的时候坏？我电脑坏了，没法剪片。然后我手机中国的电话卡，因为太久没有用了，中国移动给我这些注销了。然后我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你这个电话号码拿不回来了。那个电话号码我用了差不多有10年，就是我所有的朋友知道的都是那个电话号码，联系的都是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很多像淘宝呀，像微信啊，连的都是那个电话号码。那我重新买一张电话号吧，然后可以重新验证，重新连接大家需要我的身份证。但我身份证也过期了，太难了，做人太难了。出视频，大家早上好，我起来了。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隔离的一天。昨天上海好像下雪了，哇，好冷啊！我的天哪！其实我早上已经醒过一次了，早上7点半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来敲我的门，然后呢，因为我们还有2天就要结束隔离了嘛，所以今天早上是一个核酸检测，然后早上整个人就是迷迷糊糊的，
然后出去之后，医护人员他就举着两个采集工具就给我看嘛，然后我以为他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就大脑是懵的，我说这一个是塑料袋，一个是试管，他说我是让你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对。所以七点半到现在我尝试再次入睡，但是就完全睡不着了，就想着那就起来给大家录一个一天的隔离 vlog， 让大家看一下我在隔离的时候我这个即将要结束的隔离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的饭来了，这个其实是我昨天的饭还没有吃完，就是他们这边的饭的量特别的大，然后我打算搞一个粥，然后再加上今天点的菜一起吃。这是我的中饭，皮带瘦肉粥、木耳、山药还有土豆丝。然后呢，调一个奇葩说来看一看。师和女神，我们来。现在吃饱了，我打算做个运动，但是刚吃完不能很快运动，所以先回复一下大家的微博评论。set 好了这个景，准备给大家录一个化妆的部分。我现在准备给大家化一个妆，因为今天是12月29号了，然后我这次隔离圣诞节和元旦都是在宾馆里面度过，那想给大家在跨年那一天发一个新年妆容，和大家喜气洋洋的一起跨年。而且呢手上有很多的新买的彩妆都还没有拆封，也想给大家就是一起上脸一下，就在 vlog 里面上脸给大家看一下妆效。我前两天皮肤状态都巨好，但是你看昨天晚上就爆出了1、2、3、4颗痘，真的是我若不录视频就是晴天，我若录视频一定是狂风暴雨。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想做的一个妆容的灵感图。今天想做的一个眼妆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有型但是没有边的一个眼妆。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一般都喜欢涂大红色的口红，那眼妆就要稍微弱化一点。让我们开始吧。我最近新买了一个这个粉底液，就是来自于 Pamgrass 的一个之前很火的粉底液，现在应该已经热度已经过去了吧。我买的是 Skin Fetish Light 5， 就是第五个色号。我已经拆过一下了，就整个包装好有质感。我看网上测评说它好像是一个遮瑕力没有很好的一个粉底液，今天就来试一下。我一般是会在涂粉底之前先上一些遮瑕的，但是今天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就先不上了。就它是这种水水的流动性非常好的粉底液。哎，这色号怎么那么黄啊，但在镜头里面看上去还挺白的。在官网上面描述它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带黄调的白，就是我的皮肤的颜色黄一白。这个遮瑕力真的有一点若有似无。再来一泵吧。一般性我的粉底液都是挤一泵到一泵半就可以了，我用这粉底液感觉有两泵。就你不要看它在镜头上面感觉好像遮的还可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个，然后鼻子，然后这里就完全没遮住。哎，但它的妆效是好看的。这颜色为什么上镜这么白啊？涂个唇膏吧，嘴巴好干。我这里还不知道上火还怎么样，还冒了个泡，特别痛，嘴都裂不开，就不能哈哈这样笑。哈哈，这个是我的微笑极限，嘴裂了可太痛苦了。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我感觉就是妆效是好看的，但是同样好看妆效的还有苏库，那苏库的遮瑕力又比它要好很多，你看这完全都没遮住。接下来我用我自己的遮瑕来遮一下吧，而且这个粉底液不便宜哦。现在稍微好一点了，然后拿这个粉饼稍微定一下妆。定妆的话我一般就会定在面中部，因为面中部比较容易出油嘛，就你眼睛下面这个地方，然
后鼻梁的最高地方，还有额头。像我的脸和我的脖子是两个颜色，我要赶紧用修容给它带一下。其实我是一个会在底妆上面花比较多时间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化妆时间越久，你会越觉得好像眼妆上面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就你化妆越久，越会比较在意你的骨相是不是美的，而不是说你的脸上有多少种颜色。所以如果你能在你的脸上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底的话，你整个人就给人的感觉是你长得很漂亮，而不是说你化妆化得特别好。然后如果你平时也是色号太白的话，你一定要在下巴这里啊带一点到头顶上，这样的话两边的颜色会有一个衔接。右边打完的脸是不是比左边要好很多，看完就像个人了，不像戴了一个痛苦面具啊。这个粉底不得不说它和我现在扫在脸上这个修容产品，这个粉类的产品融合得很好啊，你看感觉像是一体的，对不对？哦，这一点还是要夸一下。我会拿这种大刷子来扫我的眼窝，因为很方便，就好像美术生画画的时候先要起大型，是不是先把脸上的大概的色块给铺出来，然后再用精细的画笔去雕琢。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画一下眉毛。然后我最近就是带回来的两支眉笔都用完了，所以最近我都在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画我的眉毛，那就是用眼影来画眉毛。大家可以试一下，我觉得用眼影画眉毛真的还挺绝的，而且你可以根据你的发色随心改变颜色。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头发染了一个紫色，然后他的眉毛就是用紫色眼影画的，非常好看。其实我觉得做频道以来，大家都说我好像比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整个人看上去更好看一点，就开这个频道确实对于我提升我自己的外表还挺有帮助的。因为你反复在剪辑的时候看到自己镜头前的状态嘛，看到自己的脸，你就会发现哎，自己到底丑在哪里。我这边眉毛不是缺了一块吗，然后如果用眼影或者说用眉粉来画它的话，就会能比较容易的填补在缺的那块上面。如果就是用传统的眉笔的话，就会有一些达不到，因为毛发是不上色的。因为我今天整个上半脸都想遵循那种有型但是没有边的那种比较混沌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的眉毛也不用画得特别有型，就像一条毛毛虫一样让它卧在那里就可以了。好，可以，那接下来就来画眼妆吧。因为我之前已经给眼部打过底了嘛，就是已经做了这个消肿的动作了，我想试一下我新买的这一块 Pamagras 的眼影，单色眼影是不是很好看。它是一个玫瑰金还是一个香槟的颜色，是一个这样子颜色。然后 Pamagras 它最著名的就是这种细闪嘛，以及它的大亮片，我给它摸一下看看。哦，这整个质地感觉好湿啊。哦，我的天哪，我要看它的延展性可以到哪里。 What 哇，来看这个延展性，爱了爱了。拿一个 Anastasia 的刷子好不好，这种粗粗的扁头刷，这样会比较好取色，取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实一点。它是哎，上眼有一点发橘哦，在盘子里面是一个很正宗的香槟色。大家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我看到人家那种美妆博主可以先画半边脸，然后另外一半边脸保持就是素颜的状态，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如果只画一个眼睛，我画完了之后我再画另外一个眼睛，我会完全忘记我那个眼妆是怎么画的。我必须就是要这里画一笔，这里也要对称的画一笔，感觉自己脑容量不太够用，而且这两天在倒时差，就感觉脑子更加不好使。阴影色给它稍微渲染一点，就把它外轮廓压一点，这样有点太轻挑了。这也是比较心机的一点啊，就是修容带到嘴巴下面，然后人中带一下，会显得你的人中更深。人中一深，上嘴唇就翘，然后下面这边一深，下嘴唇就凸出来，整个嘴巴会看上去很立体很饱满。如果你遇到了这种颜色比较跳的眼影怎么办？不要害怕，就算你眼睛上铺了死亡芭比粉，接下来这个补救方法也有办法拯救你。就是你可以拿一个深色眼影，比如说我选这个巧克力色，用一个小小的火苗刷涂在眼尾。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心急啊，就晕染就是一个非常麻烦需要耐心的事情，你要不断的变换你自己的小工具，然后反复的去晕染它。看，
是不是？因为你眼皮上这个颜色太跳了嘛，你就需要在眼尾这边用一个重的颜色把它压下去。所以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比较跳的颜色，比如像紫色呀、蓝色呀、绿色呀、红色呀，第一个办法是可以你画一个正常的大地色眼妆，然后在眼头这边用那种跳色来提亮。另外一个办法，如果你想大面积铺在眼皮上的话，你就一定要在眼尾加一个棕色系，这样子的话无论你多么夸张多么离谱的颜色，它都可以帮你压下去，整个人就看上去合理了一些。嗯 ，OK， 那接下来呢，就勾一下眼线，加一下睫毛，上个睫毛膏，然后我们再回来吧。接下来呢，要打一个腮红。我前两天给大家录了一个这个的 Girl Cos 的这个腮红的开箱，然后很多人都 Q 这一盘，就这一盘像番茄炒蛋一样的。小丸子的这个腮红，我看一下这个腮黄叠腮红是什么样子的效果，有点跃跃欲试。这包装好可爱，我今天这个妆面还挺需要它的，因为我这个粉底颜色我感觉整体偏白了，现在它可以把我脸颊旁边的那个黄调再拉回来一点。嗯，可以看到吗？有点黄色在这一个区域，但现实生活中看着比镜头里面看要深很多啦。我怕我再多涂一点就变成猴屁股了。那腮红的部分已经涂好了，我现在给它加一点红色在这边面中部。啊，颜色好温柔哦。然后接下来就要进行到唇部的妆容，但是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买的这个，也是 PAMGLASS， 最近在 PAMGLASS 疯狂花钱，就三支唇釉，哦，这个颜色啊也太美了吧！但我感觉非常不日常啊，我来涂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吧。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用到它们。哇 ，Oh my God！ 我看这个套组很少有人买，是不是因为这个唇釉的颜色很不日常啊？但我就很喜欢这种。稀奇古怪的颜色哦，这个紫的是三个这样子的颜色，饱和度还挺高的，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闪。好，我决定了，我今天要用它们，要做个 bling bling 的女孩。这个太闪了吧！大红唇再见，今天我要做不一样的烟火。哦，像这个嘴巴好好看。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用唇刷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唇刷就是你自己的嘴巴。我的天哪 ！Oh my god， 这个嘴巴流光溢彩。我的天哪，我可真是太有眼光了，包包涂一层。嗯，还不错，满意。我接下来呢要去搞一下头发，然后换个衣服，然后布个景，然后给大家拍两张照片。我现在的穿着是这样子的，睡衣加上。非常舒服的棉鞋。好，现在一秒换装，当，这就是我选择拍照的一套衣服，它是一件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件 Ismiyaki 的 Please Please 的系列，下面搭配了一个高跟鞋，然后我选这个很好看的祖母绿，是因为可以配我这个紫色的数据来，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好好看。Hello 大家，然后我就打算在我后面这个背景这边拍，因为它有一个复古的灯，然后还有一个椅子，看上去还挺不错的。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捯饬一下，现在有点乱。我一个人怎么拍呢？我一个人就会要启动我手机里面的那个倒计时功能。时尚博主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就是支架。这个是我在住到这个酒店之后激情下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就事实证明非常的明智。给我的手机搬一个凳子在这儿。隆重的场合怎么能少了珠宝呢？哦，准备戴这副。嗯，戴这个。感觉金色和银色也比较搭，然后我今天涂口红也是金色的。哎，虽然可能看不出来这种细节吧，但是没有戴耳环，戴耳环是不是差很多？所以说女生一定要拥有珠宝。真的会让你一个平平无奇的衣服立马就光彩四射，然后再戴一个之前被你们夸的这个小戒指吧。
我的今天的拍照任务已经都全部完成了，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还有没有一些借鉴意义呢？接下来我就会继续换回我的肥宅睡衣，然后来给大家剪片，好不好？哦，这个妆有一点不舍得卸呢。然后现在准备处理一些就是在电脑上面要干的活，电脑上面要处理的活还挺杂的，就是会有一些什么修改脚本啊，然后剪辑的工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剪副歌。我想再剪副歌 Sub Road 的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副歌，不知道大家都想它了，马上就来，不要着急哦。好啦，我们今天一天的 vlog 也录得差不多了，像我手上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今天效率还挺高的啊！健身也健了，然后图文也拍了，然后视频也剪了，接下来呢我就会去卸个妆，然后舒舒服服的在床上躺尸。那希望大家看我的隔离 vlog 看得开心，也希望可以给一些即将要回国开展美好生活的海外的小伙伴们给一些参考的意见。我觉得隔离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自己的一个时间，就不管是调节自己的皮肤状态呀、精神状态呀，还是说自己的一些工作状态，都特别好，感觉像按下了一个 reset button， 就像按下了一个重启键，就一键清理你大脑内就是多余的缓存，让你整个人放空，可以吸取新的知识，然后吸取新的内容。然后我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太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困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如果我没有在外面走动，我就是永远不可能倒过来时差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把时差倒过来，我非常期待就是被放出去之后可以把时差倒过来，然后可以开心的吃吃吃，逛逛逛，然后见朋友。那我们在下一次的生活 vlog 里面再见啦。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给我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那就不要吝啬的点一个关注吧。那我们下次 vlog 再见，拜拜。